对，十岁开始打球，一直到现在一直都没什么进展。哇！但是呢，我觉得做的最有贡献的就是18年前写的《斗牛》这首歌曲。接下来18年后，就是在《这就是灌篮》当了领队，也跟艾伦、也跟阿联还有书豪学了很多篮球的技巧。希望下一次我并不是以领队的身份出现，是以球员的身份出现，好吗？好，可以。李易峰领队，我是中国国家队540号李易峰，我很想打篮球。在这儿也非常感谢艾伦这么有默契的陪着我。非常谢谢每一个球员，非常谢谢这就是灌篮在这个夏天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热血青春的时期。艾伦领队，就是第一回你跟我说，你说你想找啥样的队员，我说温柔贤惠善良，要会孝顺父母。然后你说我是找女朋友啊，我想，但是我参加完这个节目以后，我敢这么说，我确实找着这种队员了。他就是我们那边队员，在哪呢？到我家。那当然，由于我们现在的 NBA 的常规赛已经开始，所以 Jeremy Lin 呢已经回到了美国。虽然林书豪没有办法来到现场，也通过了一段 VCR 来告诉我们此刻他的心情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 Atlanta。豪哥，然后我们明天要开始训练，所以就是不能参加我们的比赛，可是我就是很期待，我从美国会一直支持你们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赢球，希望你们都记得我们上次讲的话，然后我知道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 plays， 加油加油，我从美国会看，然后就会很支持你们。今晚总决赛依旧是团队作战，两个阵营将进行3场3v3对决，每场比赛10场10分钟，得分高者胜，获得2场胜利的阵营即为总冠军球队。3局2胜挺公平的吧，那你输了就心服口服，赢了就是当仁不让。我们两个队都剩6个人了，就是留下的最好的球员真刀真枪的打一场。接下来为各位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，国际级裁判彭林，国家级裁判普燕，国家级裁判母亲，国家一级裁判张琳。我宣布，这就是灌篮总决赛正式开始。第一场比赛，双方派出的首发球员阵容到底是谁？好，我们派出的是钟显超。然后再来是刘恒毅，再来是小叶子，叶文浩。有些没想到吧，因为之前一直想是杨正和段超还有刘恒毅，但这回先把叶文浩摆上来，可能是想当一个骑兵吧。这次的首发球员跟平常不太一样，那我不知道对杨振的这个心态啊，他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。我打了10年球，好像没怎么打过替补，我感觉自己不被信任，真的我特想林书豪。我希望他能够在第二阵容里面能够有一个主心的作用，来去平衡两个阵容的水平。龙骑士郭宏印，祝您战张宁，
朱明镇、张宁跟郭宏印，就是我们最强的阵容，身高、进攻能力、防守能力都是最好的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、阿里文娱集团大优酷 COO 兼 CTO 庄卓然先生为我们决定球权，有请。你要字还是要花？字啊，字，花花啊。你是要发球权还是要生死球球权？生死球权，生死球权，生死球权。你们发球。好的，那龙骑士的球权。首先，龙骑士的球权，好了，给到张宁，两个人的防守找到朱明镇，出手被破坏掉，叶文浩，钟显超要掩护，继续连续的掩护。犯规，先犯规，防备犯规。OK。刚刚上场，双方稍微都有点手冷啊，没关系，放轻松。给到张宁，左侧面对周显超，外线空位的机会，外线空位的机会。还是抢到篮板，这个球上中，龙骑士2-0领先。来，我们 J Team 的球迷 ，J Team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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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显昭三分没能命中，好球，好球，换的好，换的好，太好了，换的。朱明镇想要强吃叶文浩，偏了一点点，哎呦，这个篮板，不行，防队犯规，光运的抢篮板犯规。